大家好，你大美哥来了。今天是2024年1月8日，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。网络健美比赛，大家赶紧报名，31号它就截止了。2024年，你大美哥感觉将会完全不一样。根据号运学，2022+2+4=8，这让我想起了八届奥赛冠军罗尼库曼，岁数不小了，见到他我得管他叫大哥，而见到我师傅阿诺德，我得管他叫我师傅。虽然大罗尼看起来让人唏嘘，但我师傅身体却非常好，我感觉我师傅再活100年是没问题。今年开年，你看到基本眼熟能详的选手都要参加，像 OnlyFans 知名女星、著名健身网红、俄罗斯女孩，4星期之后将要参加比赛。有的观众说，小姑娘你的肌肉好像少啊，这不是要参加比赛吗？参加比赛要减减脂。我个人感觉她的这个展示胸大肌外沿和下沿的还应该再大。2024阿诺德在英国大黑准备蝉联，你觉得他有戏吗？因为这次哈迪库班要参加，今天英国大黑萨姆多安娜亮出了自己最新的状态，好吗？这个背是真窄呀！展肱二头肌的窄背是他一个弱势，他为什么要老展示这个动作？很明显，想让大家看看自己背部的进步。说实话，背部从尺寸来说进步不大，但是后展背之后呢，这个背部的厚度就出来。展肱二头肌展示的背好像都不是一个人呐。再看今天要在中间两位，左一就是英国大黑萨姆多安。这个背从尺寸上来说完输，从细节上来说比布兰登咖喱要好，但是布兰登咖喱要比他要矮呀。但是可胜在了背部的宽，从背部的细节和丰满度来说和哈迪库班两个人不相上。所以说哈迪库班要参加2024阿诺德赛，英国大黑还有戏。从背部上来说可以说是完败，基本上屈居一亚。那么哈迪库班两战都参加，那两战那必定是冠军。当然哈迪库班也不能轻敌萨姆多安娜，正展身高马。哈迪库班在今天也亮出了前展自己的手，两个人备赛同一场比赛进度差不多。我感觉目前这个状态，哈迪库班完胜，肌肉饱满度、纹理度和深度可以说一个硕士，一个啊这个高中生。你看要跟谁比？如果跟小将尼克比，可能英国大黑啊还有点优势。去年奥赛很不幸，小将尼克没有参加。今年阿诺德赛他要不要参加？但是没有表，很有可能小将尼克来一个突然袭。毕竟小将尼克是2020阿诺德冠军，而萨姆多安娜是2023阿诺德冠军。如果小将尼克参加今年阿诺德赛美国站，1、2、3名分别是哈迪库班、萨姆多安娜和小将尼克。小将尼克存在一个问题，在台上肌肉有型，他没壮。如果你把小将尼克放在去年阿诺德赛，他这个状态和啊 Derek 和哈迪库班不能相比。到底小将尼克今年第一场比赛是什么？现在还我们拭目以待。而去年也有几个选手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，比如像英国的霍利。这次美国、英国两站阿诺德都要参加。前两天霍利展示了一下自己背部，我看了之后是拍手称快，我大喊五个字：完了，他完了。现实就是这么惨。罗斯哥去年有资格也没参，哥们人生观就是一个字儿乐。去年女子项目 fitness 很可惜的一位选手，著名大 Missy， 她是两届 fitness 冠军，去年参加了 pre-judge 之后就消失了。后她也做出了解释，确实出了点事故，不能再继续参赛。她说去年状态还不错，如果继续参赛，她有可能就取得冠军了。同场还有4届奥赛 fitness 冠军 OK Stana， 这位大你消失是我就拿 OK Stana 取得了去年奥赛 fitness 冠军。仔细看 Missy 去年的备赛状态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。今年有一个好消息，她接受她丈夫求婚，最后成就了5届克里斯女版 Fitness 著名大将 OK 萨。今年马上就要到10月份，奥赛60周年，举办时间改成10月初啊，这时间早的谁受得了？60周年按说应该是大办。再看国内健美圈，竞争是非常激烈，卷的也是很厉害。今年我相信各个项目都有一些新的面孔，你比如像就陆晨辉的徒弟朱维刚，我觉得有可能突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小伙子这个面容啊，慢慢和他师傅越来越接近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是长得像师傅，是徒弟有出息。我给他取了个绰号，叫小版陆晨辉呀。再看陆家门元老程毅，上周可没闲着，陆续展示出自己的肌肉状，一直挺着说啊不参。虽然嘴一直没说，但是身体是诚实，肌肉状态那不是开玩笑，那完全是准备要参赛。目前看程毅山这个背部可以说是非常了得，我非常喜欢整个的背部的宽度、厚度、细节和啊这个纹理。但他这个背部我感觉呢，真的能和奥赛的几名大将相拼呐。就说这程毅山这个背，从奥赛那前几名，你比如像啊英国大黑啊 Derek， 再看和这个哈迪库班相比，好吗？都不相上下了，甚至背部的细节要比布兰登咖喱还要强。咱们有的观众表示，你这个对比有点夸张啊。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，就程毅山这个背站在舞台上，大家主宰史里文就傻了。你看这个形状什么形？三角形。我特别喜欢它两大柱旁边的这个花纹是非常的明显，中间的两大柱还能不能再起来？我跟你说还可以。山的这个背部啊
潜力还是很大。我这一说，程一山的媳妇就高兴。哎呀，大外哥呀，你说到我的心坎里去。目前看，程一山指出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，续谎一枪，今年准备进奥赛了。程一山一进奥赛，谁高兴？当然是陈辉了。这次陆家门上奥赛至少三个，谁呀？陆成王。今年我跟你说，这中国健美圈啊，它热闹了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，咱们不要分享、关注和点赞，怎么着？下次再见，拜拜。